大家好，我是残疾人小张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。最近有很多朋友说要买我这些产品，其实我个人建议呢，大家还是没有必要买，因为这些手工编织的东西，像这个成本它本身是不高，但是它耗时，再加上都是外地的朋友说要买，这就要发快递，像从我们这个农村发这些快递的话，这个东西体积比较大，所以快递费相对来说就很贵。我发的这些视频还是为了娱乐为主，一个残疾人嘛，没事嘛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就在家编一些这些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们觉得编得好，编得好看，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这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从小就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症，导致双腿残疾，因为在农村嘛，上学也不方便，导致也没上过学，所以拍的视频啊，也有很多地方都是不足的，还请大家将就一下，我会好好学习，好好研究，希望能够给大家发出更好的视频。只要有朋友说要学习这个